好，第一轮马上开始了。这一轮我们要猜的是经典的词语和词组。这场下来以后，这果盘一会儿得换。给我们留点果盘，我们还要上来猜呢。这样对于站在窗外的两个人公平吗？<笑>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比划我猜这个换了好多个情境啊？ 你说那玩意儿说的，游戏千年不换，景儿再不换过。全都准备好了啊！来，开始。呆若木鸡。<笑>啊，没演呢，没开始演呢。两个字。两个字。 第二个字，鱼，金刚，猴子，泰山，悟空，牛魔王，龙，恐龙，飞龙，双龙戏珠，成龙，正确。<笑> 这都能猜到，成龙，为什么呢？成咋来的呢？我还没来及演成呢，就成了。他们有默契，人名往人名了猜啊。<笑>这是第三个字。<笑>李小龙，李小龙。 正确，正确，好，厉害，果然没有 get 到他们的点。这是什么点？大家下一题。这个表演你们一定似曾相识。这该不会是龙吧？ 今天这个字儿出来几次了？这个字。小龙。小龙人。正确。哇！厉害。大家下一题。三个。 每次都要用那个手势开始是吧？一，猪八戒，宝，宝贝儿，至尊宝，韦小宝。 宋小宝，正确。什么？宋小宝，韩雪姐，你是不是觉得完全没有宋小宝的影子？你们这都什么默契呀？这是。哎，突然发现今天变得厉害了。我发现只要给花花喂点吃的，就这厉害。脑袋转得快了。洗头，护发，卷发棒。卷发。包租婆，包租婆，正确。<笑>大家下一题。这个就不是人名了啊，这个不是人名了。终于不是人名了。五个字了。哼。哼。哼。哇！羡慕。羡。羡慕。 羡慕，羡，羡慕，嫉妒恨，正确。什么？
李小龙 First Blood 宋小宝 Double Kill 包租婆 Triple Kill 小龙人 Wardra Kill 羡慕嫉妒恨 Penta Kill 正确、哎、他开挂了开挂开挂开挂了哇这是我觉得我玩的最厉害的一次太厉害了真得给你喂吃的你知道有没有发现我是直译特别强花花包总结你是诗意特别强继续演继续演啊还有两道题啊海盗船秋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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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秋千正确荡秋千就对了哦对了我们没有瓜子儿也可以我有点技术情况我们果然能找到他们的点你们这是什么点嗯耳大耳朵图图耳格耳罩耳康抛弃队友了你听我的吧哥格耳格隔墙有耳腾格尔截胡了截胡了这题截胡了耶耳格我一直在想耳康耳格好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完爆啊他们应该是对了一个接对俩接对俩这一题暂时领先的是王牌家族开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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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哦、抱歉了也是头一回我们这样让你们赶上了你们这是什么默契呢太写意了你们回放一下这几季王牌对王牌你们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弱我建议以后游戏环节都给花花备点吃的就发挥这完全不一样是平时这花花就是饿的啊来互换一下来两队互换位置亮哥比划加油啊韩雪和新城来猜腾哥和小童截胡哎你看我们这一队搁哪拿的瓜子去人家拿的是人瓜子不服呢哎后面可以拿吗小童啊第一次吃上瓜子记得猜词儿啊好准备好挑战开始开始符合你今天的人设几个字儿几个字俩字儿嗯唱歌歌唱啊人名人名费青凤凰传奇王菲费翔费翔反正我们答对了我们下来腾哥截胡一个哎你的这个表演我能猜出费翔来都人都怀疑我偷题了真的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两个字哦到底几个字这到底几个字第二个是吗第二个是吗啊啊听听龙耳耳喂耳康耳康三个字三个字什么耳康什么什么耳康我不知道啊胡胡尔康富尔康福尔康福尔康正确哎呀我两题连着截胡啊可以啊瓜子儿好使啊导演我们也磕着怎么哈哈哈小燕子白娘子哎白白素贞正确咱们还是别吃了啊我不吃了别吃坐前面吃着瓜子吃着水果也就给我们
提醒的份儿。鞋儿破，帽儿破。济公，赵姐。哎，济公。那还在唱出来，还在唱出来的，对自己表演就那么没有自信。这个很难哎，几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嗯，花花，华晨宇，花容月貌。棉花糖，噔噔噔，棉花糖，开棉花。四个字，四个字。弹棉花机，棉花机什么？什么？弹棉花机，弹棉花机，我天哪！最后一个，崴脚，鞋掉，穿鞋，三个字，三个字。鞋拔子，我去。啊，不是，他们老截胡，他们老截胡，说明演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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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还可以啊，可以，非常非常，演得好。这轮两队差一个词儿，差一个词儿，获胜的王牌家族队。有没有啤酒啊什么的？哎呀，想啥呢？再给你烤点串儿。哎，你们四个站在这上面，真的很像村里的堂会。准备就绪，三二一，开始。两个字什么？跳跳。抽筋儿。四个字，到底几个字啊？哥，你刚学完，你忘了哥？龙。你前两天刚给我学完。赵四儿，赵四儿，正确。赵四儿还要想半天。这应该怎么？哥，是成龙啊。这个不能这样演，这样演猜不出来。唱卖，唱摇滚的，杰克逊是那个汪峰，这咋猜啊？这不好猜，这个是不是得我？这我配合一下，我配合。首先我的身材是瘦，小童的身材是。S 吗？死 S， 是 I 还是 S？ S， Sky， Sky。第二个，你过。H， S，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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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正确。S， 这么半天，我还在这想是 I 还是 S， 不是。我这看不出来 S 啊，能。花花，你哎，看小童，要不看小童？小童那是乐。几个字？四个字。换那个，这个妹妹，你坐
船套哦。妹妹坐船套。就是欠福袋。啊？欠福袋。欠福袋差不多了。走走走。卷风小子。丁和牛仔，丁和牛仔，丁和牛仔。动力火车，动力火车，腾哥，对，腾哥，腾哥再来啊！腾哥，急得这小腿倒的。来，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哦，六个字。哎，打游戏，摇霸王跳舞球，游戏机，魂斗罗。第三个，啊，虎。王拳皇，六个字，玩游戏不给钱。什么不是第三个字对了，第三个字王对了，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小手脚，对，小霸王，小霸王游戏机，小霸王读书机，小霸王读书机，小霸王游戏机，小霸王学习机，学习机、啊、对对了什么玩意儿，小霸王学习机，小霸王不是游戏机吗？怎么就是先有游戏机后来有学习机？还有两题，来，三个字，三个字。那个谁，那个哪方面？哦，花花这个太像了，太像了。韩磊，韩磊，刘德华呀？不是不是不是，韩，那个谁呀、啊？谁呀、啊？那个心若在。拿帽子，拿帽子，麦克杰克，许文强，许文强，正确。哦，我们也往歌手猜呢。四个字。花。油画。蒙娜丽莎。蒙娜丽莎，蛤蟆，是欧阳锋，是欧阳锋，谁呀、啊？二，第二个字，笔，画，谁画青蛙？谁画青蛙？欧阳锋。尼加拉瓜，太难了这个。哎，急死我了！疯了。那个，这个很年，年年有余。不，年啊年啊。年画，年画青蛙。年画。年画娃娃，正确，年画娃娃，年画娃娃，这是娃娃呀，什么鬼，你们俩，你演娃娃这样演行不行啊？这轮也猜完了，我们统计一下哪队多，这还用统计？这不磕碜人的吗？这题获胜的王牌家族，我赢，赢了多少个？哎呀，第二轮我们要考的是视频题了，李花的嘉宾呢观看一段经典视频，来模仿视频当中人物的经典动作，猜题的人要戴耳机，只要猜对作品的名字或者说艺人的人名都算对。这个游戏期间呢，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抓拍整个过程的精彩时刻。李花的是贾玲和腾哥，猜的是花花小童，截胡的是杨迪和广坤叔啊。
挑战开始，请看片段。完了，他们不知道的。知心爱人，知心爱人，杨迪、周倩。哦，猜出来了，果真一猜歌，杨迪好神。杨迪太厉害了，杨迪。哎，开始了是吗？开始了。他们俩知道开始了吗？开始了吗？花花，我都答对一道题了，你知道开始了吗？你们俩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哎，可以让柳岩一起上来帮着猜一下吗？因为有很多有年代感的东西。你们也太过分了吧！开始吧，柳岩姐往这送。那怎么办？他们真的都没看过。他俩太小了。哦，对。好，准备好了啊，请看题。美人，费翔，费翔，杨迪，冬天里的一把火。什么什么又猜完了？哇哦，太厉害了！他真的好快，他猜歌，不要给歌了，给剧吧，给歌，杨迪全猜对。他真的是猜歌环节的小耗子，小耗子。好，来看下一题。这是什么？这个不好猜，什么东西啊？琼瑶的。呆若木鸡。哇，但是这个人好猜，这个人好演。马景涛吗？人猿泰山，人猿泰山。人猿。那个马什么什么马？那个那个那个马什么？马什么？马什么没？马都没。阿凡达，那个什么，小偷多么的无助。小偷马什么？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这跳井了。马抓跳，你还往井里跳啊？那是走走的。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哥斯拉。好。我这体力只够演一道题的。哎，那个涛是什么？涛啊，涛啊，掏肚子。我全猜的哥斯拉什么的。哥斯拉。吓我一跳，腾哥也头。妈的，涛！我的天。看下一题。真是你孤儿。啊，好猜，好猜，好猜。断一条手对。你的手呢？演出来，演出来，你们俩，多么好的情节。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这是干嘛？谈恋爱的戏。这是《流星花园》。少个胳膊，少个胳膊，哥，少个胳膊。至尊宝。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这是。哦，《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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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雕侠侣。我都说完了，《神雕侠侣》早就说完了。杨迪最快。谁说的是上海滩？你手还有的时候是上海滩，没想到你是演独臂。这比如呢啲咁样啊？我鹌鹑咁样嘛？做啦。啊，这个也好。《还珠格格》。哥，你演一回男的吧。那个喜剧之王，喜剧之王，杨迪、周倩。哇，厉害厉害厉害！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之王，喜剧之王。哇哇！啊，这个骑自行车。哇，这个动作好经典了。嘿嘿。搭错车。大宅门。哥，这我不一定能坐哦。甜蜜蜜，甜蜜蜜。啊，对了，什么？甜蜜蜜，自行车吗？错了，错了。张曼玉，黎明。错了。
甜蜜蜜。错了，谁还跟你玩游戏？装傻不会吗？还没演，就猜出来了。贾玲还没上车呢，你就敢猜出来？那你们演一下吧，演一下。节目的收视全让你给耽误了。下一台阶。这车没气儿啊！这车轮胎，贾玲一上去吸碎了。你们俩硬要演甜蜜蜜，我上了啊！上上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啊！哎！啊！啊！撵谁呢？啊！不是。你骑不骑啊？我骑不太好。来下一题。这个人以后就别请了吧。最精彩的时候都没到呢，上来这胡来呀，这是。好好，我不猜了这题，免得太快了。下面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三个字呗，功夫。哇，两个字，两个字是吗？龟、蛤蟆，我知道了，我不说，让你们演，我不说。包租婆，功夫，功夫，包租婆，蛤蟆功，周星驰。我都不想玩了，我们也不想跟你玩了。别这样，别这样威胁我们，我们根本不在乎。做着好表演吗？你这？这看试题而见。花花怎么猜呢？这也是个问题。我就盲猜吗？演的这么演，猜的那么猜，全是上肢运动。啊，准备好了啊，第一轮。开始，请看题。快看啊，腾哥设计包袱了，在轮上。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俩字儿，俩字儿。牛。羊。羊羊。羊羊。羊群。呆羊。人名，人名。正确，正确正确，懂得羊。蜜蜂嘛，蜜蜂。哇，太厉害了！这样都可以猜出来吗？我这不是书读的多吗？花花，你看得见吗？花花，花花，随手一拿。第二个，第二个。俩字儿，都是人名，俩字儿，俩字儿。就是羊。羊羊。羊躺，羊睡，羊踏，羊生，生羊，海羊，羊孩，羊子，正确，羊子，羊子。我发现若愚跟得上腾哥的思维，对，不如公子，我俩坐一起吧。你起开。哎。三个字，杨子山，正确。你怎么还没开始？对不起，对不起，猜太快。你猜一个，你猜一个，你猜一个。我猜不出来，摸不清腾哥的套路。三个字。聪明啊，梵高啊，切尔，一只耳，黑猫警长，一只耳，龙，大耳龙，
还一个字一个字学就完了。他非要挑战一下自己。对，非得。戈尔。尔。王嘉尔。腾格尔。正确。腾格尔。是不是母猪说的？母猪边上看不见，他听得见。虽然我瞎，但我不傻。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记录下大家玩游戏的精彩瞬间。哇，这个太长了。这不是人名了。是十个字。看天。陪你去看流星雨。黄河之水天上来。哇哇，若云，你这十个字还差一点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正确。哇，好赞。七个字。这是伸展运动第一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姐，你是不是数学不行？这是七个字吧？你算算再说。我们瞎猜嘛，猜完以后再说。抓紧了，最后十秒。当 ，B B， 天生我材必有用。哦，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哇，看看人家就感觉像一个王牌家族的固定嘉宾一样。这轮最终的结果是双方打平。院长，院长，你的轮椅，你轮椅忘了。万一啥用呢。来第二轮啊，若云比划李纯和麒麟来猜小童和腾哥截胡。走。哎，你俩为啥坐下边？小童眼睛不好。花花都那样。人都没说往前走。花花坐哪儿有区别吗？来，第二轮准备好了啊，挑战开始。下雨。夏听。挠。先几个字先说呀。俩字儿。招数。下招。武术，武术。人呢、啊？人呢、啊？人哦，人人。下雨不是？干嘛？风吼。马景涛。叶。刘烨。他在说那个为什么？叶问。正确。哎，这就叶了，这就叶了。落叶。还是人名啊？几个字哥？仨字儿，霍元甲，霍元甲。天哪，盲猜了。这不能算，不能算，不能算。什么不算？你不能算，你这边不能，你就猜的。猜的叶问完了，肯定还是武术这套啊。那咋不是李连杰呢？那我就猜的嘛，霍元甲那都猜中了嘛。行，腾哥拥有着黄冈题库啊。来继续啊。李小龙。扔小李飞刀。正确。腾哥，你今天状态可以，自从腿脚不灵便之后脑瓜好使了。补一头就得开一头。这怎么就能小李飞刀？我对他的肢体语言产生怀疑。不是你跟谁一波了？你是不是得顾及一下我们？这我叫你小贤贤好不好？这个称呼恶心的。一修一矮萌卖萌几个字儿？仨字儿。萌萌哒蒙娜丽张萌仨字儿。啊、哦、小范闲萌小闲非常接近。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第一个字是啥？小第二个字呢？小范闲接近了，接近了啊。小范小范桶小范碗小范切小范墩儿小范范
小范范，小不是小范范，小范范，小范范，小贤贤。这是什么呀？你以为你蒙一下你就小贤贤了？你就，你再继续啊，人民。猪，来咱俩，猪猪猪。范思哲，范思哲跟猪有什么关系？不能这么猜啊！咱俩兄弟，猪队友。人名儿，你们猜的都是个啥、啊？人名儿，人名儿，姓猪的猪，仨字猪，诸葛亮，正确。不是，这跟葛亮有什么关系？哥俩，这是猪哥俩，哥俩谐、哦、音，对。就是想哭。你别老来个意象的，你来个具象的行不行？你演那么远，把邻居演了一个遍，我天哪！出现字儿多的了啊，注意啊！十个字，奔流到海不复回，冤冤相报何时了？天，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随便说。这是什么？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奔流到海不复回，不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点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当我们猜十遍还猜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换一种演法好不好？一直在重复着这个。你一个字儿拆开字儿好吧？第一个字儿来。十个字呢？我累不累啊？我们猜仨就会了，没准儿。第一个字是什么？天。上。先。睡。不知天上宫阙，不是。哎，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此事古难全。但愿长久，千里共婵娟。全念完就有了。哦，是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苍天。差一点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苍天。把酒问青天。哎呀，吃了文化的亏啊！把酒问苍天。我是得问问苍天了，怎么回事？这什么队友？这轮结束，王牌对胜。行了，就这样吧。谢谢谢谢贤弟贤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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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我现在绝对赢了。只要不是若云比划，我都能猜出来。哦，这是和男女情感相关的词儿啊。四个字，一见钟情。我不是哥，我演男的呗。咱先说一遍啊，我跟我哥之间，我演男的，他演女的。哦。眉目传情，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牛郎织女。哎呀，正确，京都第一才女。这个我不干。你不是一直想演男的吗？是因为你总演女的。来了，又开始了。哎呦，六个字儿，猪八戒被欺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回来吧，回来我还演。你还演女的哈？演女的。说好了啊，说好了。五个字儿。闻鸡起舞，好，美女野兽，正确。谁猜的？谁猜的？承让，承让，承让！居然敢往那儿猜？那肯定是往那儿猜呀、啊！我先猜出的野兽，后来忍痛说了一句美女。六个字啊！我们俩演这个状态哈，哎呀呀，从甜蜜开始演。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打情骂俏，河东狮吼，打是骑马是爱，不会是这个吧？母夜叉孙二娘，哎，类似哦，类似哦，类似哦。我的野蛮女友，正确。哇，
你这么厉害了，现在。哇，太厉害了。确实是我们把那个窝子呀给喂出来了。对对对。养出来了，养出来了。这个怎么演？四个字。两只什么小蜜蜂啊？不是，两只蝴蝶。什么呀？所以我演的是后边那个。花花，记得腾哥演的这是什么？这该不会是龙吧？啊，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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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记得哈啊！龙飞凤舞，双龙戏珠。我去！哦，他是双龙，我是戏珠。这个有四个字。这是什么？出来吧，皮卡丘！是什么呀？这是不要拖地啊，不要跑、啊！哎呀，也太久了吧！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是他俩，是他俩。这是什么？这是谁呀、啊？这三个招没想起来他是谁、啊。三个招，三个招。我不跟你玩了，我知道了。哦，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腾哥。哎呀，你站这儿，我给你顶出去。我知道，我知道。项羽吗？项羽，项羽虞姬，对不起。项羽虞姬。哎呀，太难了。这很好演。五个字啊，来吧，你去下边吧。很容易答啊，看谁抢得快了。我觉得一眼就能猜出来。哎，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花花最快。就说吧，看谁嘴快。哎，说相声的嘴还慢给了唱歌的，怎么回事？主持人不要瞎跟着挑拨离间。八个字，八个字，怎么了哥？啊，这是八个字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是，我是一个。你是一个啥？翻身洗地七仙女。这是什么？不是这个。我俩一人演一句啊。我是牛，这是牛。呼啦圈，呼啦。咱们要不要换一下？哎，好好好。第一个字啊，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确。我在这演窈窕淑女，君子可演。哦，这是好逑啊！我一抽筋儿。最后一题啊。好像。是是。站住！站住！床头吵架床尾和，正确。哎呀，哎呀，你跟张若昀是不合呀？我让他们看出来了。这轮庆余年队获胜，行了。最后一轮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这轮若昀和李庆比划，田雨麒麟来猜。这把可是张若昀比划哦。完了。太费脑细胞了。开始。六个字啊，一人演一个吧。俩人说明啊。
苦叉叉苦叉叉唱歌乐队唱歌跳舞，不是真的我不好猜他那个老虎虎狐假虎也没你沿着那个方向猜，就是他演的要么是前戏要么是邻居要不糖虎糖糖虎唐伯虎点秋香正确妈呀一说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四个字啊手起刀落不是哦杨过小龙女不是嗨第一个字啊俩字不是四个字四个字手手起刀落不对砍我们俩在干嘛我提示一下啊这纯是演的问题断断一刀两断一刀两断正确真难猜啊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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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咱们自己打气我好想跟腾哥演项羽和虞姬你们那个腾哥的包袱呢腾哥的包袱呢是那个影子吗把腾哥的影子摆好哎呀影子不这么大包袱就这么滚对对对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形影不离啊如影随形优胜四个字四个字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不是嗯一拍两散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分手快乐、往前快快快跑啊各奔东西对了我终于答对了一个我答对了一个编了半天终于编对了一个四个字儿碰碰意见不合和好如初生气了生气怎么回事往前走床头吵架床尾和四个最后三十秒头发包不对帽帽帽帽帽帽神帽神神这轮庆余年对胜又赢了耶、亲兄弟第一组腾迪组合来比划其他三组来猜啊在游戏过程当中我们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记录整个游戏的精彩瞬间来三二一请出题哇塞这个我来前面那个六个字猫和老鼠 Come on Jerry 不是六个字六个字是不是大脸猫大脸猫大脸猫和蓝秘书大脸猫蓝秘书蓝秘书大脸猫完整先说出答案的是花花他们捡漏是吧耶、大老师在那大脸猫大脸猫我是个结巴好吗对不起啊蓝皮鼠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会有好多我们没有看过根本猜不出来的吧下一题来发大招发招四个字项羽虞姬你们看他主要看他后羿生日为什么后羿是连发的呀这个是普攻来个大招来个大招来个大招后羿是谁呀、嫦娥奔月后羿嫦娥贾玲正确后羿和嫦娥啊他不一定是典故的名是吧不一定是好下一题来了哎我演后面的你演前面的四个字后面那个我会前面那难这是干嘛这
不是，啊，前面那个是。金毛狮王。铁扇公主。你在干嘛？这啥呀？这是？这什么？吕布貂蝉。正确。吕布貂蝉？什么东西？我历史老师啊，我贾玲可以。Oh no！ 好，新的一题来了。这个，你在干嘛？星星来了，星星来了。金刚，五个字儿啊，两个人。美女野兽，看这是谁？此时此刻，此时此刻，金刚和谁？金刚与美女，金刚和一个很刁的女人。刁的女人，刁肯定是很刁了，很刁，也很刁，也很刁。二不仅彪还二彪，金刚和是那个姐，二姐，是华晨宇和我，不对，第一个字，大，月亮，圆，第二个字，唐，大唐，大唐经理，袁弘张歆艺，大唐经理，不是哦，没有大唐经理啊，哦，我一直在演你，你给我走开，我怎么是这样子？二姐，你看你现在胖的都完全可以。当常驻嘉宾了，骂谁呢你？你说谁呢？别假装打我，谁头套都分开了，你好意思说我？回去的时候倒着回去，倒着回去啊！炒米丝和山菜，我开到题了。过一题，过一题啊，过一题。啊，哎，看给腾哥累的，他变成腾哥耳了啊。哦，刘德华，后面那个是大猩猩，刘德华跟前方，咦，刘德华，贾玲。为什么不标注人物关系？贾玲，你看完刘德华跟你之后，你都忘了他怎么模仿你了，对吧？这是个什么？是不是？怎么回事？没了。哇，我演不动了。成功了，表演得很好。咱们这节目录得跟早市似的，我。这不是好朋友，能演出这样？哎呦，能配合这么默契？镜头停了吗？停了。答题的三组，刚才表现最好的是大老师和贾玲。哎，主要是贾老师啊，贾老师历史好厉害，哇！来换一下啊，换一下，小彤和吴磊到你们比划了。小彤和吴磊，师姐师弟组合哈、啊。考表演啊。那完了呀！那完了呀！电影学院组合考表演了，这没底吗？出大问题！好，挑战开始。啊啊！怎么就坐着了呢？求坚持！枣胡丁，真的是枣胡丁，求坚韧，求坚持！钻木取火，七夕大法，七夕公主，大家都特别爱喝，女孩特别喜欢喝奶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杨迪正确，杨迪快了一丢丢。好，三零，五个字，来吧。生气了，傲娇女，第一个字对了，帅哥傲娇，傲慢与偏见。二姐正确，让他们演会儿。这样，你们再演会儿，我看你们怎么演偏见的。来了。偏见啊，偏见就是哎，哦，就是对有人好，对有人不好。对，偏见不应该这么演。对，你应该拿偏见不这么演不就完了吗？对啊，偏见，这样，偏见，这也太偏了。有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5G 手机，给你们来留下游戏中的精彩画面。
这怎么演啊？哟，不是很好猜哎。没事，考验他们的时候。没事，杨迪都知道答案，他背好了。少来，大壮。他是一个剧里面的一对角色，然后那个剧是这样子，特别经典。用滑板，苦行孙，仙剑奇侠传。对。第一部，李逍遥。李逍遥，赵灵儿。杨迪正确。我不知道赵灵儿。花花就活活被赵灵儿给憋住了。这一次我确实剪了牙。这个不是人名了，四个字儿。魂斗罗，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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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谢顶，突突突突。鸳鸯火锅，对。哎呀，你跟谁突突突突突？太厉害了，这个。那应该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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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的猛，突突突突突。我还想拖拉机。这我要不投题，我真猜不出来。袋鼠，小蝌蚪找妈妈。哎，你是谁？你是啥玩意儿？在树上的。猴子和鱼。哎，你在干嘛？我有一个那个。有一尾巴。松鼠嘛，它是松鼠嘛。对，前两个字对了。我。什么？松鼠鱼？松鼠桂鱼？松鼠桂鱼？对。哇，松鼠桂鱼。这是人间的春风。小童，你犯的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泥鳅，这才是鱼。那这是什么？不要跟我们腾哥较劲，他有偏见。接下来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七个字。第一个字儿，吃屎。对，第二个字儿，痴心。痴心妄想。痴心绝对。痴心少女。女字对了，但不是在第四个字。不，你要演。对，我们演一下吧，演一下吧。我现在演啊，啊，花心，花痴女帅哥，好像演的不对，演不对，这个你演前面四个，你演前面四个，我演后面那三个啊，哼，就这个，痴心粉丝去接机，不对，完了表演的分可能这学期没有了，前四个字儿。痴心已经对了，对，第三个字女也对了，痴心女孩，第四个字不对，女子对，痴心女子，负心男，负心郎，差不多，最后一个字不对，负心汉，对，我先说呢，腾哥，为什么你对负心汉这么了解？讨厌，这一轮答对最多的是腾哥和杨迪这组，我们，哇。你看看，够了。没有，主要是他不是谁大学同学吗？你快点给我的镜头澄清一下，所有看王牌的观众。好，来，不是。注意表情，这个澄清好。你给观众说一下，我从来没偷过题。杨迪从来没有偷过题。好了，不要紧，你不是我的朋友。啊，接下来混合演啊，腾哥和贾玲来比划，关系一般也比划呀。大老师猜题真的像加特林一样，完你看，永远加特林在扫射的时候，其实打不中那目标，你知道吗？把周围的建筑都给毁掉了，完之后那目标还得跑。好，挑战开始。这个很好猜。这什么？啊，那个裘千尺吗？他的不想跟你说话。他的武器是怎么？裘千刃。裘千尺。我演那个。Coming。 哦不，植物大战僵尸。植物大战。裘千尺不是坐在那儿吗？妹妹，你在哪？我在哪？不用，咋应该？啊，几个字啊？五个字啊。失败。
吸星大法，火星撞地球，奔跑吧兄弟，再来啊，来啊，这还开车呢，他这是车。舒克和贝塔，速度与激情，速度与激情。为什么是速度与激情？为什么？前面是速度，后面是激情。杨迪，你真的被透过题，我不相信，你不知道。真的透题了。没透题，一个人知识储备多都会被说。我就不用演了吧。你演后面就行了。蓝蓝的天空，海。这是谁呀？旺夫石。你这演的有点呆呀。单，我这还单吗？老人与海。正确。咋还改了？你还说我演的单？对不起。你这么快猜出来了，我恨你。我提呢？我提。谁偷了我提呢？是不是你偷了我提？我说我偷。四个字儿啊，你躺着。我躺着。躺着。白马王子，泰坦尼克，白雪公主。啊，那个蛇。老人，农夫与蛇，农夫与蛇，吴磊最快啊，吴磊最快。哎，好拽，嚯，这脸哇！中风，大皮脸，流氓，道明寺，这道明哪儿寺了？这个，你是演，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哦，咋猜出来的？我们俩演的这么差，这都能猜出来？你刚刚那个太不霸道总裁了，这还不霸道总裁啊？你那是霸道总裁。我以为他中风了呢。图片题了，怎么了？这我俩字很难啊。哎呀，小。小偷，小丑，这就不用了，刚才那样就行。那样还看不出来，刚刚前面那个像。这轮答对最多的是小偷和吴磊。哦，厉害厉害厉害！不怪你们，不怪你们，题没背熟你们。接下来最后一组比划的是杨迪和吴磊一起来比划。来来来来。我们俩连金币都没有发过。来了，开始了，开始了。嚯，八个字儿。你哦，你演那个，我演这个。哦，手风琴。神雕侠侣。螳螂在前，黄雀在后。不是，他是那个贝母，就那个。八个字儿，还有一个。仙鹤。鹬蚌相争。这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二姐说的对。我说的是鹬蚌，我也说鹬蚌。你不就是结巴了吗？来下一题。五个字啊，五个字。铅球。什么炸碉堡？皮卡丘。五个字。宠物小精灵。宠物精灵。花花最快，宠物小精灵。费这么大劲，你看花花做的。对，就在那说宠物小精灵。关键是大老师越着急的越。新的一题。啊，七个字啊，七个字。照片儿，蒙娜丽莎，蒙娜丽莎都微笑，蒙娜丽莎，蒙娜丽莎都微笑，蒙娜丽。花花最快。大家围一直在前面，蒙娜丽莎都微笑。对不起，大老师，喂，120，待会儿过来接我好吗？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啊，120，待会儿过来。好，我们怎么都是这种都八个字儿，你演那个人好吧？
铁面无私，行为艺术术。哎，脾气这么不好。我的野蛮女友。八个字儿。点我打屁股。第一个字是我们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方法正确。哦，好有文化，我们这次。聪明。七个字啊。嗯，哼，京剧。哎，是个女孩。霸王别姬。英雄难过美人关。正确。对。哇，杨迪这么烂的表演你都猜出来了。你把纸条给我给我，真的给我拿出来。这怎么看出来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因为他美人嘛，但我前面一直猜的是什么霸王、魔王什么，但我猜的是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哎呦，厉害的。最后一题啊。哎，八个字儿啊。牛魔王，横眉冷对。哇！千夫指，千夫指，不是奔波霸和霸波奔，猪八戒和孙悟空，顺风耳与千里眼，乱七八糟，你演的是乱七，对不对？不是，涛哥去借用一下。我演哪个？蹲地上。啊，我蹲地上。二郎神哮天犬。哇！啥？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个不错。什么呀？你们演的是啥呀？那是啊。哎呀，你想一下，我是一个狐假虎威。老虎。魔鬼。魔鬼。你对，第一个字对了。空洞是魔鬼，八个字儿。我对谚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哎呦我的天啊！是北京电影制片厂。